北川看着马佳佳看我，牛兄弟，哈哈哈哈。那这会儿我肯定不能讲狼人的知识了，你张口闭口不谈，兄弟，留点小秘密。待会儿不要问我狼人各种东西，否则视作内鬼处理。我着火了。好，一会儿我们可以从这里出来偷偷打他一顿。他不知道我们在这儿。我俩斗了半天舞啊！你见我人头是没话讲。这不恶心人吗？你这个啊！奥恩等级很低的。只要我点的有坚定这个天赋，我残血的时候我的韧性是非常高的。这个天赋我跟你讲，打奥恩啊这种发育型英雄，但是对面又硬控多，你这样这把对面硬控多，我去点向猛冲也不合适，还直接来个这个无敌。还能摊一手调节。屈服的意义，我跟你说我这把的发育非常好，而且我把技能点都放在了打团上。克烈上头了呀，克烈这手上头有点难受，投来他这手上头把自己给送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还有蓝敲一下这个？呜呼！韧性掉不掉，兄弟，这个掉不掉。草人跳出来，我都没被控多久的。我操，这峡谷先锋被撞起来之后好大呀。哎，给我急！为什么
我家这波还是被雷嘎了呀。不是我，是不是你爸呀？你老惦记着开我呢。辅助连我眼儿钱都抢啊！我五杀呢！神哟，一阵开始交功了，我的功劳，不许乱摇。笑，哎，你怎么又过来了呀？完了，大招撞墙了，兄弟！哎呀，哎呦，我打撞墙了，我再走一步啊，就能过这个墙。过了这个墙，还有个空大的后摇，我能直接跑到这儿，我就死不了。算了，你真肉，哥，哥你真肉，我不跟你搓澡了，我爹俩不灭死得了，好吧？真有你的，我为什么打到他了？哎，怎么突然最后的决战没有我呀？我还想着我不去参团多拖一会儿，多玩一会儿。靠，结果发现团赢了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哎呦，就跟嗓子里卡了口屎似的，不是卡了个痰，兄弟。哎呦，没事，我还是 MVP，nice， 退场。